哦，着地了，着地了。很小啦，踩个那个植物也会被植物扎到流血。我现在采集失败。有人在公屏上面说，这告诉我们二十六号在打副本吧。二十六号可能更爆。我真的觉得他们很靠北耶，至少也有，没有一万也有，没有也有五千，算五千好了，五千乘五百，一个人五百块的话，是五万。那笔钱买不了伺服器吗？用租的也可以啊。二十万买不起吧？是买不起啦，可是。至少租的话，也是可以租个比较好的伺服器吧，这个效益值很高啊。他不想哎，他只是公厕，是公厕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就已经收这么多钱了，他之后公正式公厕之后，如果品质拿不出来，根本就没有人想玩，好不好？
王座大蜘蛛出现了。你要重写啊？没有啊，这是后面的任务同敏的而已。是说我也练了两只分身的啦。好拼啊！就想玩的而已啊。这个标准啊。法师新怪是不是很快啊？我觉得没有攻守快、欸。我觉得啦，可是论输出的话，我觉得法师应该还是会高。
那些市场里面卖的那些头饰，那个价格真的很夸张哎。然后到第七页之后，全部都是10000多，有事吗？一个护目镜12000。
天哪、啊，阿伟在虐狗了。
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大家会很累吗？你是谁？还好，蛮顺的。我是阿毛。我是阿毛。好，大家。
另外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人，这边有人要打指示灯部分。打过了。主我，你是谁？黑心，好，黑心，黑心的 ID 是什么？九九，九九，好，组队邀请。那个陆克雷，都打过了，我先不能打了，要六点过好不好？那你一百的打了吗？那个一天整剪三个副本，那是包含在里面的。一百的是另外的，有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一百的是另外的单字。我解过了，它是算、哦、算在里面的。欸、我看你今天的补偿在哪里？补偿。那我飞错地方了。开心，你有收到吗？哎呀，有。
改用手机网络会比较顺哦。真的假的？三小啊，有一些女神像是你剪完那边路才出现的。为什么要退场？你没有过天之痕吗？没有。天哪，我们有年纪差距。这是什么鬼啊？
没办法，他没有资深过。我要你要 F 六啊，有一个插入组队邀请 tag， 直接按下去他就可以登了。排名要掉到1300多，可恶！安全我喊吧。都没有人啊，我都没有奶妹啊。我还在自己跟我叫，嘿嘿。天哪，怎么都没有武士啊？直接问别人吗？
如果我们没有补位怎么办？好烦哦。没补其实也能打、啊，只是坦坦可能要跑一下位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不会啊，很顺啊。可是用好有一个就一直断，我为什么要一直断一直断这样？应该是网络的关系啊。115的副本啊，如果不是那个30%的券啊，大概打一场一起吧。这么难念。一场一起，然后那个
职业的那个经验值大概才15%或20%而已。
些还多一点点。那你现在的工作到去哪？有人说我在那边练这样子，那身边很浪费。练轻甲二、剑盾三来，有人说我在那边一定会长浪费了。浪费浪费。他说我这个技能应该转忍者啊，不应该转身练啊。对啊，工具人是转比较有用的技能，那个工具人。工具人交给你们练啊，我只要能开工会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工具人可以开工呀，就是空间版。是。没，因为我不靠你们，然后我自己练啊。他说你这样子练，然后他就行尸走，他就当那个，他就行尸走，没办法跑去上。他说他攻击技能可以找啊。可以找。我不知道，他说他全身上下攻击技能可以找而已。是。他是骑龙，然后跟我说我在练，然后没有。你是龙还是猪？应该是猪吧，龙猪啊。那跟我一样啊，就是骑重甲骑士啊。可是他的攻击技能就一招而已。其实应该有两招啊。有啊，没招。他这样子，他那个练法应该是没有把以后的那个工会证算进去吧？会长这么不耐打，你先死掉。I don't know.
还是昨天二来，昨天三吗？还是那是什么？我你要反击，大家反击。有人要藏枪吗？是。敌人啊？七十五等。啊，是蓝的吗？白的。那该白色双手枪。你那应该有吧？我有了，我是蓝色，攻击多少？116到156。都没有啊，那就摆啊，攻击到为止啊。那我先把它留下。双手剑，拿起双手剑。双手，对，双手剑。
在铁匠那边，铁匠三线。啊，我在副本，等我。锁链组，干锁链真的超强的。他连在一起，然后技能大家都狂丢，他其他包怎么打？对啊，锁链我看今天我看实况有个锁链可以召唤一个黑黑，然后召唤不知道什么小的在那边打，这边打很快。反正就是那个大门地面啊。嗯，冰法锁链也不错啦，冰法时空锁链，就是没有锁链就吃那个，没有锁链就吃那个冰的那个冰那个空身刀。
怎样？好。
不知道谁有空，8000万，1000多。
一刀把他打爆了。三羊角，三羊角是法师用的嘛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，那只是个饰品。他什么职业都可以用啊。我看他加魔功啊。没有，那个是自己附的。我靠呗！哎呀，花台币，花台币附魔上面啊。忘记了没有？只要有附魔，那个所有饰品都可以用。你们看白花法家的那个吗？物品解说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如果没带好，会被挡风。
哦腰。不见了，百花发夹十二等就可以解了、欸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很简单。我想用那个，然后枫叶，枫叶，我有那个面具，我有你面具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拿到了，真好。可以拿红一个环，哈哈哈哈，我充电一下。有一个法师会踩那个雪球，然后小丑那样滚来滚去，我靠北！不法。啊，我的加倍是九分钟。等他五分钟，两个人。能经典祖先有解得到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一直有人在问，可是他的材料不是一个，他是三个，另外两个应该是我们买的。再问一道，请问现在伺服器有顺吗？还 OK， 超顺的。我好了，那我要下副本了。好了吗？可以走喽。那个。阿星，我们带五分流，今天要来五分流，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好好，这边可以外延，没差吧？感觉做完的很足。够了吗？进去吧。我不出游戏。23个和要打谁啊？要亡灵二层的。快快快！剩16分钟，16分钟打完。哇，换手机顺多了。真不行了，白花。那个断了，不是断了。
怕啊。啊，最后插的真好。怪物如果出现那个 D O U G E 那什么意思啊？他格挡，他格挡住你。Bitch， 因为代表你命中跑掉，或者是说他的格挡能力太高。他上线真的把怪炸开，这个机制有点烂。每次开大开到一半，就被炸开。别了，好嘞，
开始阻挡我。很多啊，昨天加油。白虎面具，看起来好玩。暴徒队。好，真的。